汉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翔。我是魏雪朱毛。Yo， 好了。Yo， 我是汉元。今天看我们这一身的装扮，就知道我们是来干嘛的。我们是来公园潜水的，看到后面的。可以吧？这个装扮是可以的吧？我们夜跑、自由潜水啊，夜跑还可以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六哥这个梗没有人要接，让我们穿这种裤子潜水会露出来吧？很尴尬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是来篮球的，街头篮球的 freestyle， 有 freestyle 吗？今天我们四个人呢就齐聚一堂来街头比赛。是啊，我们要来挑战路人，看看我们的能力大概会在哪里。很久没有被路人电了，如果要来被路人电，你们想电履历报道的演员们，好不好？请来河滨公园，来河滨或是台北各个球场，欢迎电到我们，你一定电得到，欢迎来电，也欢迎就是各大高中、国中、国小邀请我们去你们学校。对，最好是国小，国小我们比较擅长啊。对，国小的，国小可以啊。那个友谊赛，我们可以打友谊赛。我们可以打友谊赛。国小篮筐我们应该可以灌。我那天有灌。那你平常你打篮球的时间有多久？打球，球龄有多久？球龄啊，两三年而已吧，因为我刚大学毕业嘛，到现在才三年左右。差不多，哇，三年左右啊。大一开始打嘛，那大二、大三、大四毕业出来就到现在啦。哇。那我是你是打了竟然没有追问下去。那我的球龄是母胎、欸，母胎啊、喔！哇塞，在你妈妈的肚子里。没有啦，从高中打到现在也打十几年了，二十年有。你打了二十年？我打二十年了。哇，对啊。我是有三年没有碰篮球，两年没碰篮球。那你都在碰？我都在碰足球。真的假的？不然可以碰什么球？开车、喔。我怕他等下剪不下去，我怕他剪不下去。老司机都是对。那你打球球龄多久？其实真的蛮长，国小就开始打，但是你说有很专业也没有啊，就是运动而已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其实有点担心来这边会不会被那个公务员大家电爆。那你事实上你还没有讲你打我就是差不多也是二十年了吧。二十年，没事啊，差不多，没事啊。小袁，那你打几年？老球皮啊，我差不多一两年吧。我跟小袁比较像啊，一两年。好，这个我录不下去了。你看国安哥的膝盖，保护自己膝盖啊，膝盖很重要。那我们要不要就直接 check it out？ 大家来就是平常在河滨公园可能会遇到我，对不对？我们目前第一个点就是彩虹河滨公园。对啊，第一个点目前是彩虹。我们有分别踩不同的公园。有主场啊，北中南都有啊。对啊，有北中南，欢迎来电，好不好？来电我们。那我们直接看下去，我们现在去报队就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打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走，直接去一下，拜拜 ，Let's go， 欢迎电报我们。
心情很开心啊，因为其实平常我都有在运动，但是平常都是打室内比较多，真的现在很少去室外打。那可以跟自己同剧组的演员一起打球，其实很开心，可以我觉得可以培养默契啦，然后大家感情更好，很开心啊。今天自己表现好吗？今天表现其实还一般般啦，对啊，一般般啦，对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下次还会跟我们一起出来打球？当然会啊，下次一定会打球的。只是现在外面的话，因为现在晚上变比较凉嘛，大家在外面打球，其实热身一定要做足，就尽量不要受伤。对，安全、快乐篮球很重要。今天没有被电爆？电爆还好吧，都会删掉吧。哦，好，帮你删掉。哦、谢谢谢谢，那应该没有我的画面。没有啦，今天很开心，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频道，然后我们下次街头篮球再见啦。还有就是在路上遇到我们，也可以跟我们打招呼，我们觉得都很好。